我没有 money 了，现在美国卡没办法刷，就是我想要就是借一点钱。就 sorry， 我也不是那种一开头就想要借钱那种 girl。哦，好特别哦，所以你是，你可以借我200吗？可以啊。你讲真的？可以啊。你讲真的？对啊。是因为我取完之后可以吃点 you know something 啊，就是可以、OK 啊，再给我300块吃饭。我是有同威，一言不合的麻绳，我是 Wyler。之前我拍的渣渣来解答系列，就一堆人说女生约炮随便约就有，但你们自己觉得真的是随便约吗？对啊，女生呢、欸、约、啊、直接约去睡觉哦。是啊，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男追女隔层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来测试看看是不是女生真的随便约都可以。我真的会很随便哦。Hello， 哦，因为我是空姐啦，我刚隔离结束，没有朋友想跟我出来。怎么可能？傻眼。真的啦，因为我今天买了一套蕾丝睡衣，我不知道穿给谁看。傻眼。你要出来吗？我长得很漂亮啊。我知道你长得很漂亮。你怎么知道？空姐。你出来，你可不可以围围巾跟我见面吗？为什么？红疯了，红色的围巾。我只能围红色的围巾，我刚好没有。哦，因为要过年了，我看到围巾会受不了。这是啊。真的啦。快点啦，你要不要出来啦？穿蕾丝哦。对啊，可是你要围围巾哦。为什么要围围巾？我搞不懂。好、哦，我就说了没，我喜欢围围巾，会让我兴奋嘛。你不围围巾，那我蕾丝怎么给你看呢、啊？那你就围围巾，穿西装外套加夹脚拖。那真的是太扯了。我的睡衣很好撕开哦。睡衣哦。嗯哼。我比较喜欢撕丝袜。你要丝袜也可以啊，前提是你要来啊。那我可以不带吗？哈？我可以不带吗？不带。嗯。你犹豫了。那你可以不戴，但你丝袜要套住你的头。旁边是有人指导你讲话，是不是？什么东西啦？我知道，我的朋友啊。快点啦，要不要出来啦？好，快点，我要挂电话了啦。你到底要不要出来？可以啊。啊，你不出来？哎、欸，算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女生，你不出来就算，我还有下一个可以约，没差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你真的要掰哦？你确定？怎么了吗？快点啦，要不要？你现在立马，你答应我，我就跟你加 IG， 我们去 IG 聊。我没有 IG 啊。错过我，很难再遇到下一个空姐了。我知道，我错过你，我可能就要睡觉了。拜拜。哎、欸，结果女生也不好约，是因为我现在是奇奇怪怪的资历。如果你不要叫她穿围巾，她还想说，对，她想说你干嘛那么装于围巾？不是，我是问题是她想跟我聊色的，可是我这边上面明明我就先勾选说不聊色情。大家会无视那个选项，是吗？对啊。喂。嗨。嗨，你会想要出门吗？会啊。你想去哪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能去哪，就想出。你住在哪里？迪奥。迪奥。你住在迪奥。金龙。鸭子还在吗？我不知道哎，鸭子不知道几年前的就爆掉了。那一起出门去看一下嘛，去检查鸭子有没有回来。有效吗？他挂我电话，他好呛哦，这个女生好呛哦，我有点无法很懂。不是你太 gay 了，你是吗？因为你是迪奥，对，好粗鲁。那个，那我讲迪奥，那迪奥很。那我要讲迪奥，迪奥。不是，根本就不会想到迪奥啊。所以我们有现在有三杠，就是不能乱聊，不能有女朋友，不可以讲 gay 白的英文。跟我朋友爽约我，现在没事做。好像听说有一部叫做《床上的奇幻旅程》，你想看吗？什么是《床上奇幻旅程》？就那个啊，一个电影。什么？有这一部？汽车旅馆都有啊。哦，原来，所以你是来约的吗？没有啦，先聊聊看。那你现在是在信义区哪里啊？就是信义安和这边。哦。哎、欸，你被挂掉了、欸。哦，他挂我电话。对，他挂你电话。所以女生也不好约啊，女生哪里好约？你还说什么女生随便约？但是广大网友不要乱说了。你等一下就顺着他聊，看他会不会约你出去就好。好，开始。
这么小声，虽然我听得到，其实很小声。对不起。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表达了，我没有关系啊。哦，我是觉得你名字取得有点长啦。没办法，改过名字之后就改不回来了。哦，是哦。好啦 对不起啦，不是故意的。我只是想说，今天可以遇到一个人跟我一起出去，就是否真的一般的出去行程，没有要设的。我知道啊，今天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等一下要去找我堂姐。还是我一起？一起。我真的没事。你确定？如果你可以来接我，因为我刚好心情很差，最近失恋。是可以啊。你讲真的吗？你讲真的吗？我讲真的啊，要不然就是我那边拒绝掉，因为我其实有没有去，我是没有差，就是如果你想要陪你出去，我就陪你出去啊。啊？可是我们才认识两分钟哎，你就要把你堂姐拒绝掉啊？反正他没事，他也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而已啊。因为我也是昨天临时起意问他要干嘛、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有一个问题，你都没有看到我照片，你也不知道我长怎样，你怎么就同意啊？你不怕我是恐龙吗？恐龙又怎么样？就只是单纯出去认识，然后交朋友，也不可能说一出去然后就确定要不要交往吧？这很奇怪吧？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哎、欸，你真的是不错的人呢。你想去哪边？如果可以去基隆北海岸，感觉今天天气很好，又是礼拜天，会很多人。因为我原本想说可以跳海。干嘛这样子？我今天心情很差。我可以陪你啊，没关系啊，谢谢你让我知道人间处处有温情，连交友软体都是，谢谢你。希望你每天都很开心平安，真心祝福你，感恩，拜拜。拜拜。哦，你真的好撒狗血哦！他好过瘾哦！哎，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，不要用名字来判断一个人呢。对呀、啊，名字算怪，可是他蛮暖的。很勾引。对啊，我刚原本问你的时候是想说，哎，还是我刚刚加赖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可以认识，可以跟他当朋友。自己都心动了。自己突然心，可是可以、欸、他没有点我赞，是男生点赞要付钱，但是因为应该是男生，可能是因为我最后就是。他不喜欢那种悲观的女生，他觉得你是恐怖型的。对，我骑车再去基隆，对啊，两人去一人回，干嘛呢？哎、欸，可是好感动哦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交友软体上面好像是真的可以遇见真爱。对你有走心，我有一点点，你就心动，我就想说伤害了一个老实人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我给他祝福应该是好的吧。就是、自己觉得是好的，还好吧？对，万达跟下一个说：“你可以陪我去基隆北海吗？我想跳海。”对啊，一个一个传承下去，殉情。我要去找上一个通话的人。哎，好感动，好，这我觉得男生是可以的，就是我觉得女生不要开宗明义的说你想要去旅馆，一开始导向不能太过情色。对，不是什么女生随便约都有，男生还是会挑，会怕被骗。对，对不对？我来挑战看看能不能拿到钱。你每一句话里面，你必须中英混杂，你不可以讲一句纯中文或者纯英文，你要说今天天气好 hot 哦，这样。然后，你好怪，对啊，你有 happy 吗？今天你在 bed 上吗？对对对，要加一些困难度，一句话要有中英混合这样子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阿泰。嗨，你好。要不要出来？啊？要不要出来玩？来我家喝酒，要吗？你说 alcohol 吗？什么牙科？喝酒，什么东西？啊！我在摆，他就是要约炮的啊！对吧？对，你只说好，他就说，喂，你要出来玩吗？对啊，对啊，这不行啦！所以这就犯了，你看，这就犯了守则一，聊色，女生直接挂。正确使用交友软体的方式。对，你要先，你要先吊起来再约。所以我们这边有列出很多正确。嗨，你在 play 什么吗？我在 play。没有，我在看篮球而已。哦，你是 basketball 就没有，我在看篮球。哦，你在对 watch 篮球？因为我在 watch 篮球。你是 ABC 哦？我是啊。哦，我是 ABC。哦，你是 ABC 哦 ？Kind of. Yeah. What kind of? 就是 kind of ABC. What kind of? Okay. 我之前有去过 USA, UK, 还有 Canada. 好啦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遇到一些难题。
题，就是一些小小的 trouble， you know。OK。就是。You know, actually, I have some like I'm kind of rich, but now I'm 就是我现在就是需要一点经济救济。中文是这样讲吗？就是我的车现在停在停车场就拿不出来，我没有 money 了，现在我车取不出来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的车现在停在。那个车那个里面那个叫什么 park 那个 parking lot 那个停车场，我现在取不出来，然后我没有现金，美国卡没办法刷，就是我想要就是借一点钱。Sorry， 我也不是那种一开头就想要借钱那种 girl。哦，好特别哦，所以你是你可以借我200吗？可以啊。你讲真的？可以啊。你讲真的？对啊。你认真？可是还是因为我取完车，我可以吃点 ，you know something。I'm hungry now， 就是可以。Oh, OK 啊。因为我肚子很饿，我就很想吃点东西。OK。再给我300块吃饭 ，you know。OK。你讲真的，我现在给你账户，我会还你，好不好？都好、哦。都好，你的意思是说我不要就是 return your money 也 OK 吗？对啊，如果你要这样也 OK 啊，这样。啊 ？Why？就遇到问题了吗？就是解决它就好了。可是你不知道我的 face 长怎样？我不知道。那你就要借 money 给我？就当作在帮助别人好了。如果你是个好人的话，那如果你是个坏人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可是那还是你可以连我朋友一起帮。有什么 ？My friend。怎么了 ？You know， 我这。哦、oh, ，你知道，我就说 I'm not that kind of person， but 啊，我的朋友车也没办法拿出来。你说你朋友的车怎样？也拿不出来，我们没办法取那个 car。那所以你自己一台车哦？我朋友一台车，我一台车，你们两台车。我们昨天喝宿醉，啊、哦，我不知道台北停车这么贵耶。Why？ 可是你身上都没有现金。你知道现金很脏，你知道那 COVID-19 哦。我们不用现金，我想说就多200，哎、欸，剩两分钟，哎、欸，还是我先给你我账号，就是我朋友再多200，就700就好。好。你讲真的吗？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如果真的需要帮忙就这样。还是你可以拿过来给我？可以啊。你讲真的？哎，剩一分钟哎，还是你先给我 line， 我加你 line 好不好？哇，这真的借我钱呢？对啊，700块可以换到。哎，可是我们没有拿，我们没有拿哦，我们真的没有拿。没有没有，我如果拿，我就给他 double。其实我觉得光这个人，我本身就 OK 了。哎，我可以。而且重点是他声音不错，然后个性不错，而且重点是他头贴也不错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会不会我真的？在交友软件上遇到真爱这个人，对啊，我看他大头贴，哎，他可以耶，哎、欸，我现在开始有点相信交友软件了。好 ，Hello， 你好，嗨，我们在拍 YouTube 啊，对不起，你是我打的第一通哎 ，OK 啊，我是没事。可是你不觉得我为什么我一直在加码吗？我觉得一个额度还是还好。那到什么额度你不 OK 给？没有，你如果说取车要超过1000，就有点过分了。取车1000，吃饭500，1500。很饿哎、欸，你有 crazy card 吃饭就不是问题。哦，可是我是美国人，我没办法，有，美国的卡可以。可是那个汇率很高啊，我是一个很抠的美国人。谢谢你，可以，好，拜拜。哎、欸，好感人哦！有哎、欸，这个不错。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，女生可以不用工作，对，可以去对，跟别人一起用，对，说要取车就好。重点是他没看到我的脸啊，他很怕我长很邪恶或什么。不好意外啊，台湾人好善良。哎、欸，讲真的，我们真的不是业配，真的完全給。而且大家还是要认真工作。对，大家还是要认真工作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总结是：女生不能够随便约到。但是可以借到钱，我懂，因为我借你钱，我不一定会有威胁，但是我跟你约炮 ，maybe 你是要先人跳舞哦，哎，所以这样可以看出来，就是交友软体对女生来说是比较友善的，对不对？女生是选择权比较多，对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两位来宾。歪了是有在除毛工作室，对哦，我是热辣除毛师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可以私讯我的 IG， 对，私密除毛也做得很厉害的，对，没错，哎，他每天都很忙，客人男性专门店。我是一言不合的麻绳，那我们的一言不合频道主要是做辩论，然后接下来也会做一些游戏相关的主题。今天的影片如果
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，那追踪我的 IG 还有 FB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